我一起赏山花登长城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这边请您注意脚下安全。好，我们边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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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放松了。开快一点了，退快一些。加上。走走快点，走，啊，别再跑，别再拍。是我们的昆城西湖滩的位置。那在这里您可以看到我们举世闻名的八达岭长城，以昆城为基点，分为南和北两峰。在身后您可以看一下，这是南城的一个景象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游览路线是北湖为2565米，共有1楼12座，北湖的最高点为8楼。右边您可以看一下，这是一个矮墙，它呢叫做女儿墙，起到一个护身的一个作用。这里这个矮墙，对，女儿墙。后面那个能带下来，对，你可以一眼望去，后面的那个现在就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。我们再退多一点，行，好。哎，学生呢？学生在后面。注意脚下啊，我们可以走得慢一点。这不是绕圈吗？那长城啊，基本上呢都是由关城、城墙、一楼还有烽火台四个部分组成的。啊，就是验证长城的四个部分，就是关城。城墙，好嘞，一楼还有灯火，一楼就是刚才我们经过的这个部分。来，退，对，一楼，不要，现在是没进来吧？领导，全等着。嗯，加油！领导，好了，谢谢喽，谢谢喽，推一下，谢谢各位。小心啊，小心。还行吧。来退，买现在混进来的人，来吧，买一，小心，还记得，好，谢，好，走，能摔倒没？继续摔倒，对，没有，要不我们到上面可以休息。是啊，差不多是100多米，差不多。
后面楼梯了，后面楼梯了，后面楼梯了。好，好，好。是我拉你，怕你软，他拉不低，我是说说而已。哦，要互相扶持，走不了是吧？来来来来，别别扶我，我行我行我行，谢谢谢谢。好嘞，后面有墙啊。造墙造墙。造墙。哎，走。慢点，翻点事儿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这个敌楼呢，跟我们刚才所经过的敌楼有所不同，对吧？对，嗯，因为我们刚才的敌楼呢，它是修复以后的。那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之前其实也有二层的，但是因为时间太久远了，没有修复这个二层。嗯，那其实，在以前的时候啊，这个长城呢，它只是一道长墙，它没有一些就是完备的，就是这种。是后来根据时间的一个推移，我们逐渐的发展成为有关城、城墙、敌楼还有烽火台的一个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。完备的就是说，什么时候才完备的？什么时候才开始完备的是吗？从我们的这个秦朝就开始了。秦朝就开始，因为他最一开始的时候真正达到您说的完备是在明代啊，对，哎。因为在我们这个长城啊，它最开始是公元前656年的时候发现的，就是开始修筑了长城。当时呢是河南叶县的楚长城，的遗址被我们的学术专家认定是最早的长城。对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敌楼呢，它是由刚才给您介绍了，是我们的戚继光啊带领冀镇居民发明创建的。戚继光啊，对，是吧？没关系，我知道，我跟他很熟。是的，然后呢，它是由三个部分组成，脚下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基座，然后我们现在处的位置就是中室，然后上面呢就是台顶了。中室可以用来住人、储存弹药还有粮食的一个作用。对。你府上是河北吗？您怎么知道？你口音都挺好的。对，您太厉害了。但是我们离北京不近。后面有门，后面有门。蹲一下，蹲一下，美女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美女，可以。等下，你后面还有一个，你后面还有一个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哈，来来，同学。下一下，下一下，你也太高了。来来来，旁边的，旁边的往边上一点吧。还有没有同学？还有，这边往边上一点吧，挡到了。旁边的人再退一点。拍照，手，旁边的，来看一下，一二三，要不要点个赞，还是喊个声音？长城赞不赞？对，点个赞，再来一遍，长城赞不赞？你看，到墙了啊！来，这个音的话，没事，我可以。还有，
啊，同学们一起，同学们一起拍过没有？拍过，刚才那个拍过，再拍一个，对对对，拍一个，拍一个，特别美，再拍一个。同学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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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推一下，再推一下。好，同学们，还能玩就玩，撑不住的，我们掉了，我们也好的，好。再往这一点，我们再往，对对对，往后一点。男神美不美？美。嗯嗯。队长，哎，队长，上人看这儿一样，可以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部长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那我们要准备。不是你昨天半夜才来的，昨天。秦老今天天气要晴。蛮行的，好挺帅气。你们下去还要拍吗？下去更危险。对，腿直都慢一点，腿直慢一点，腿直都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啊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。我们南城呢，它的最高点是南四，然后海拔高度是803.6米。你这样退很危险，不行不行。脚不要怎么离地，然后窝着你才知道地上有没有什么。我知道。我觉得你还是对，你还是扶一下吧。安全点，还是扶一下。下去。对。有点。只要下去身后脑勺。哎，有奖品，看看看看看看。我们不如干脆这样，你们退远一点，站定点看。对，这个好，这个。我们给你们留。我们给你们把画面让。对，这有吗？我看看。哎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。哎啊，对他们的人，没办法。好，对撤。这只是像我们右手边的这个墙壁，刚才给您介绍了是河口墙。
前往前往前。慢点啊，慢点，确实慢点。接。小心，小心有台阶，后面有台阶。有。台阶。别走了。搞不好跟民众。他们走这边。大家好。携带身份证的游客及非身份证门票的游客，请在门票处办理。